哦，这是我女儿和她男朋友做的煎牛排，哦，看这个是 medium rare 吧？啊， medium well， medium well， 可以可以。这个是 medium， medium well， 这是他们做的哈，就是先把那个室温化了，化完了以后呢，它这是配的菠菜，然后放些盐，把汁儿还不够热，我这一锅都快烧糊了。锅底加了一点 vinegar 醋，把的这个竹子给弄了。我们的竹子。嗯。真的，还带着爵士。还真有着。这边才行。看谁喜欢吃生的，谁就吃呗。先到这边才行，才能够吃。我们可以再回补一下。嗯。锅里的汁浇上，哇，你看。丰盛了，我们那鱼都已经切了，他都吃完了。现在开始吃牛肉啦，金针菇麻婆豆腐，这做的是金针菇麻婆豆腐，做法很简单，就是搁油葱蒜炝锅，然后呢我搁了一点芽菜，搁了一点豆豉，把金针菇放进去，豆腐放进去，后放金针菇，然后就是翻炒，点了一点点香醋来提味。再做一次三文鱼，拌一盘沙拉，咱们再烤牛肉，是蒜、黄油，还有柠檬汁拌在一起往上一浇，烤十分钟是350度，用锡纸包住，十分钟，十一分钟以后呢，打开锡纸，特别好吃。这个是，我今天还有烤牛肉，不够选的话有烤冷面。哦，说是我做的，对呀、啊，肯定是你做的。这是焯了一分钟的苦瓜，里面搁油搁盐，焯了一分钟。我现在呢放入只有蒜末、姜末，把蒜末、姜末还有葱花全给倒进去。行，把这个小米辣给它倒进来，给它撒上。嗯，倒入适量的食盐，放适量的鸡精。我还放了我女儿从比利时买的这个粗盐，抓粉的粗盐，放了一些，再加上一小勺白糖，啊，准备再加上一小勺这个辣椒油 chili oil， 再加上一点生抽，嗯，差不多，再加一些熟汁啊，我没有，我一会儿用香油烫热了，上锅一下。我能戴上手套，准备的抓一抓。好了，这凉拌苦瓜就做好了。夏天夏末的时候结束，经常熬夜的人或者是老年人、成年人都可以吃。哦，对，这豆苗，豆苗特好吃，又简单又好吃，就跟蒜炒。哇，这是我们的酸菜鱼，太漂亮了！这是饭后甜点，你们饭前就吃了。开胃，开胃，吃啦！我的紫玉米冬瓜排骨汤太丰盛了，麻婆豆腐，希望好吃。特简单，用麻婆豆腐酱做，老周烫一个生菜和菜包配着吃。苦瓜豆豉。蛋火腿要不午餐肉生菜炒饭，我做的清蒸鱼，这是用的周易豆豉做的，还葱爆牛肉片，嗯，yummy。把锅里的汁浇上，哇，你看太丰盛了，我们那鱼都已经切了，大家都吃完了，现在开始吃牛肉啦。